一公斤哦，两包要卖400，来沙巴喝的红龙鸡块，谁要红龙鸡块的？来沙巴喝来，前面小姐要哈，来沙巴的红龙鸡块过来。感谢金金呢，买多少才可以跟美金合照？差不多要买5万。我那沙巴的。 十包嘛，十包啦，十包嘛，十包啦，光你也吃不完，别吃包哦，太好了，十包了，讲完了，咱们这回放五十包来，100有来，到我过来后边大家说话，好巧，阿人认钱啊，哇哇哇哇哇，还是，今天好看到钱就钱啊，二来阿个要吃哪位？今天鲑鱼吗？来，俺都江山我不跟你换啊，你今早讲，这个说什么好啊？ 来有大地无啊？有事啊，真正拖啊，都出来差价大地啊！卖1800来，500块来，真正要吃春阿姨的钱，赶紧来！来500块好，500块啦，尾鱼尾鱼，这春阿姨哦，我拢叫尾鱼啦。刚刚这两地500块无走啊，来这两个出来，尾鱼500块来，赶快喜欢吃尾鱼的动作快啊！来500块，来那个啥，那个啥，到遐中超贵啊！ 买多少？可以跟板娘合照。因为我们行情超爱涨板的。小姐，赶快哦！来，尾鱼500块来，赶快动作快！来，陈阿姨。对，小猪，这是现场直播，没错。来，要收我，收货，收货就是个钱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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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要收我，收货，收货就是个钱
这一公斤进来八粒，进来八粒，这是一包一公斤的，来我们现在开500-700呗。来300盒的，300块来，还一个人拿2包，2公斤给你。来300盒来，今天我来没吃土瓜鱿鱼，看赶快赶快，来300盒。哎，小姐你真聪明，我跟你说哦，一个不是吃2公斤哦，一个是吃5公斤哦，5公斤你知影话对无？3公斤对无？所以我爱个一包给你，安尼较对。来300盒，到底不是500，300，我恁吃爽爽，买2包再送一包。来300盒来，游一圈，还有人需要吗？大哥，我要干贝酥。我这样卖的太便宜了呢。来300盒，300块来，再送你一包。3公斤等于5台斤，不要考虑了，没有那么便宜的东西。存一包两，200盒上卖100盒，来100盒，存一包，来100块，赶快，我来提银，来提银出来，来游一圈，龙华来。丁公，你吃没？吃没完？王大哥，来，欢迎收看。来100盒，赶紧。喷水原地，几大包能游一圈来？每个人都可以买，每个人都可以买，我们开个五了，好呀！来游一圈，几大包来？后面背包都不要紧的，对了，我送背包你啊。一百块。土锅鱼好像没有了，你早上有看到吗？没有，对啊，我很好啊，有鲈鱼片，超漂亮的，没有刺的。来，我们加油一圈来，几大包来？你要5包。谢谢你的菜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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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你困了。我拍摄，我比你们手较短啦，拜托，好，所以你要加钱，给钱给到你爸来。来，我一千块丢。啊，大卤，哎呀，大卤一片。好，我知道。来，几百盒来，来，小姐，一包就好了。来，有一千来，几百盒存3包好不好？你看几年，我买不够，几年哦。真正无啊，7890是了嘛？7890是要安怎搞？你搞全搞住，7890要搞，他不然你啷搞袂啊？7890就是买2000瓦。好，以后我来。来，阿甘贝说好，好来，我来，我来，甘贝说来。海大虾刚才谁买的？海大虾来，这边有。多给钱，拜托我们搞活。哦，阿伯大爷，我怎么叫尹昌玉来啊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海大虾来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。OK， 这边宝贝的哦，好不好？边的红都不搞，只加冰烟哦。来，啊，刚才那个小姐说过，啊，鲈鱼片，鲈鱼片，没露出牌。来，干贝酥谁点的？帅哥，有吃过吗？没有，完全是想试吃的感觉。外公，要试吃不用200。一个人12颗、14颗、18颗、20颗，不用200哦。来700盒，我刚不会说来100块来。他姐男妹，他姐男妹，这700盒不够，他姐了无？这咱板的咱餐厅去吃都无咱捌吃对吧？哦，很好吃，你回去用。没有气炸锅的话没关系。小许，你是你空对啊？当然啦，有气炸锅更方便。哎，有辣味鸡翅吗？辣味鸡翅，辣味。
有，大概一百块拢话吼。感谢恁接捧场哈，我爱讲，有要干杯所注意听，你若要加买酒，加买两份，我拢 OK。二十粒一百，先少下点了。我处理过三零五粒，一个二十五粒无，一百块了，干杯所，一百块。你上你个要加买酒的喏，你真正是食七头 ，OK？ 柠檬小腿，柠檬小腿。有。来一百拢嘛吼，一百块，安尼几个客人跟后面报告一下。来，先恭喜人。来，小西。来，十四个哦。十四个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来，阿柠檬小腿，这个红哥，你休息柠檬小腿，继续。短袖。15个。对，柠檬小腿跟腿腿来，下面那一张，对。来，比目鱼来。出来讲啊，钱金要紧的啊，这你要无货啊。今仔日拢互恁食饭桌啦，拄仔干杯所有饭桌甲食会着啦。啊，这有咱饭桌甲食会着啦。你一般要叫你家己买吼，我讲你袂晓煮。你家己叫你买青的，你袂晓煮，而且你嘛无所长，然后买这，这叫做比目鱼。哦，这你饭桌捌食着，我拢叫红鲫鱼啦。我最少要叫比目鱼的啦。啊，这规只拢熟了，等这都熟了，你回去负责加热就好了，无起来中会过来。把右明明，这就是细汉时阵的蒜鱼啦。多起来，一人一份来，500块都，赶紧弄个先起，都，我等下给起来先。来，有要起来，一只猫300，两只600，唔捌食过红鲫鱼，我讲，你袂晓煮，我叫张蟹啦。来500块，我都500块来，少少，一个人给起来500块来，红鲫鱼500，这把真正做弄做油的哦。来500块拢无人买银钱哦。一只500上恐怖了，来啊，弄焦你弄，来500块都。真的好吃，而且啊、哦，不可能有这种价钱出现。来，500块，我机会给你来，你来听笑啊，别画坏。来，3位有你来500块，只要有人入钱，我就不要你欢喜啊，就不要你爽啊。来，500块来 ，OK， 屏幕鱼都准备了。我爸，小许，你说这个让我想到我去，前年一个案子，我有一个说法，说我讲话太呛，然后要让我死无葬身之地，然后跪在地上跟他求饶。结果呢，出庭的时候呢，怪跟他高啊，1000块买不起4位啊。1000块买不到了啊！来，一人一份，不用1000，也不用900、800了。来，500块完了。红鲫鱼来，就一个人给价来500，你叫我收来啊！红鲫鱼500块要收哦。不退兵也能煎，基本上我连退兵都没有退兵，我就直接平底锅直接用最小火慢慢煎这样。我一向不喜欢四肢的，来，我们进来，进来。我连退兵都不退兵就可以直接煎了。第一遍呗，来红鲫鱼500块来。500块，用中备料哈。来，500块。那个不用退兵就能煎了，用最小火，用平底锅慢慢煎就好。来，感谢您啊！我讲今天这箱哦，可能爱掉掉。哎，陈云文。是呀，我记，但是你唔好，唔好记介绍啊。我500。好，抓过来那边啊。在。今天啊，这把真正做弄做油的，但是吼，你若不要做进位啊、后位啊、拍算的啊，这拢该你注意啦。回去你加热就好了。来，500块。我、哦、那个案子多好笑。哦，你修那个第一次开完之后，然后在门口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你可不可以不要扫我？”来，500块。然后我说：“可以啊，可以跟你和解啊，但是你可以弄缓解啊。”就是头家无滴，我唔知要捡白苗玩。然后就叫他捐了一笔钱，然后弄了。来500块来，下无关掉，紧嘞。换一个环境。来500块，装来到了没有？拢我要收来啊！拢我哩，红鲫鱼500，要收个，你讲第一500几只？你讲咱两只500，你又买袂到呢？才3只呢，才4只呢？来拢我哩，来500块来，最后一位，红鲫鱼500块，红烧比目鱼通通有了哈，500块。哇！还剩只袂晓买啊？开始啊！我先别作秀啊，别再做拼了啊！来，阿哥要吃哪位来？虾仁哦、喔，虾仁好来。来，烤蛙鱿鱼两个人给多三倍。来，烤蛙鱿鱼，开始。来，你家来。来，铁路猪排多上价没？200块我来，铁路猪排。来，200块来。哦，要多少？虾仁要烤蛙鱿鱼加
来两叠来，三叠来，四叠来，五叠来，六叠你，七叠你，八叠你，两百块来九叠，规期到十叠来，来一人一份两百块，铁路蔬菜来，两百块来，就大叠就好些来，来六叠。来八片，来十片，来两百块铁路猪排，几块买几块买？来五个。来了八块两块，五个票了，五个票，五个，来加五个。来八叠九叠，来十叠你来。来两百块来，今年两百块来五叠。来六叠七叠，八叠九叠来十叠来铁路猪排来两百六。来多少？来还有三百块了，你要铁路猪排呀？铁路猪排刚够搞。来两百块来六叠。没有了，不要说。来六叠八叠来十叠可以来，来三百块条件，两个。来讲不要说，你个收两个人家里来。我是你收了我讲搞，陈淑女呢？淑女，来，还有车号我来，我叫个卡号你来。来两百块来，还有车不够收的吗？够收的，你今麦讲的下这。来1000了，来将。来我叫，这有车有咱大地哦。啊，这个减两票，我加两票哩。啊，且你吃几个无去着？两个啊，我两个。我变两个可以呢。老板，今天先补一个阿卡嘛。我话了是，我补一个高的呢。大龙话吼，来两百块来，无啦，抓几万啦，无啦，你收唔起吗？你知啊？我你知你包好了吗？啊，你对，我坐在休息啊，我喊你无啊，我坐下先，坐下，来三百块了。够啦，卖阿你那，等我来包嘞，我请你唱卡拉 OK， 我来包嘞，来一包我来。阿姐，我荧光棒。对啊，遐六叠我还送一包，哎呀，太水啦，我你讲。可以，蛋嘞，卖好插队啦，我小姐已经都收不完啦。柠檬吃小腿好吃，对不对？小朋友绝对爱吃，因为它不是辣的。以前伊只鸡腿是细只的囡仔吼，一人一斤、两斤、三斤、四斤、五斤，一顿来食，本来斤都无问题。但是爱叫伊食饭啊，唔通再食这倒啊！来，这一包一斤卖八百，两包卖三六。来，外公存家了，柠檬吃小腿，这个客人有买过，有吃过才知道会点啊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个客人而已。来，这两包卖4、8，今天卖4、8，他也赚钱。卖三个就了十块，来两包枸杞300，七三包整整齐齐，来两百块完了，200块来，柠檬吃小腿，非常好吃的东西，来两百块来，最后四个客人了，柠檬吃小腿都没了，来大哥也要哦，这种你不用怀疑的，真的好吃，来两百块柠檬吃小腿，来最后三位喽，还有人没买到的吗？柠檬的吃小腿，两百块，阿你拢有啊，先收来哦，还要再一份吗？真的啦，你如果没有时间常来的话，多买一点冰的慢慢吃。没有，我是两包公家的。哦，两包公家的，来，阿你好，你来，来，哎，铁货，我再讲哦。来，两包公最后两位了，柠檬吃小腿，够两包没得哇？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来，那没得无难啦，唔要吃回去。我存4包啊，几斤买斤的，七价无十八有啊，存这六位数的，我告诉你七价，来七百块了，一人一包来。来一人一包，一人两个人三个，几个好啊？你有拢无？你拢这边，这边拢做正常的好啊，起来。过来，大人家过来，阿林老身高好，这啊，你多爱七百块个钱，我揣着铁路出牌啦。好啦，你有结婚啥？吃啊！哦，你怎么回来？你干咩？哦，我工作交代哦，你啊咩啊啦？来，啊，你的地摆落啊我啦，卖啊落较贵个啦，老少啦，啊落去啊。好啊。柠檬的好利啊啦，这个是地摆啦。卖花啊！哦，你干咩？你是过年啊？卖花啊！阿姐，你个看法有一些呢？阿姨，我拍摄啊，这样怪啊！那3、4、8万拢怪到进存2、3万块。那两天啦。我叫回来，我考车已经能回忆考车。哦，来。好啊，有味啊。超好吃的。用卤的，用卤的卤猪心，鱼心，快控啊！
鲈鱼片，鲈鱼片找到了吗？后面，后面。好 ，OK， 找到了，在我后面。来，一个五粒啦，拍谁？我这不是剩粒的，这几包卖了对啦，一包两公斤，一包两公斤哦，很补，这真正补的，食食就补食。啊，等于你们煮乖搞，你下去用卤的就好了，用肉的，把它肉几条，其他肉几条都一包，我这都会肉的，你也叫出名了，未来到家都吃得完。卤好，你给它切片，给它切片。这样吃就好了，不用沾任何蘸酱，超甜超香的，一人一包。不好意思，这个真的要买一包，几条皮心八红，五条皮心七两红，我们接下来开七八，开六八，开五八面，来三百块呢，皮心来三百块。你知道人要吃皮心，袂晓吼？我讲这轻松中叫我青菜白白料料煮煮煞，来接下来买一包二百块呢，250来皮心，有人要吃无？小姐要搞我捧场，一人一包整数给你，来200块来。来两百块来，帅哥。哎，你不要看这样子哦，这个你去外面吃真的很贵哦。我靠，没人咧卤几粒的，我拎起来了。卤几粒的，然后切四分之一切片，安尼一碗就百块啊。这粒皮心切开600块啊，一粒皮心。我若要正经做主食，才卖3000啊，就五粒卖3000啊，我拢卖你。来200块来，200块，最后两位皮心来200块，这哪样卤的真正够好吃的。来，底薪200拢准备来啊！伊啦，移民不底薪啦。好啦，好啦，这两包底薪就等于用啦。好啦，变好啦哦。来，这个是干贝酥，我鲈鱼片前面要放东西。来，干贝酥啦，来，干贝酥啦，来，帅哥来，来，有没干贝酥来？来这边。好，来，我就换你啦。来，这边，来，来，干贝酥，你今日唔换我啦？哦，你在那干嘛比？在你的面头前，你找不到，你要怪相啊！来，干贝酥够人无关了无？15个哎！哎，15个干贝酥，你发几个？哎，有人无买干贝酥，给我搬去无啦？你没有买干贝酥，不要帮我拿哦。200就200。你无买哦？啊，你有搬无？哎呦，今天这个啦，谈这个台啦，跟你来去。我那这还不是送的，好辛苦啊！我那个只需要泡泡包。来，阿罗一瓶，你各位请看哦。来，小姐，干豆腐啊，来。最后一箱了哦，这是最后一箱的鲈鱼片哦。今天卖了好多箱了，这是最后一箱。来，你买奖杯金板楼吗？好、哦，你没有买过？有啊，在后面啊。没有吃了，阿姨有带回，所以你敢切了几片几片，可以煮姜丝汤，可以煮汤，因为阿姨有回，所以把的归去。做好吃，鲈鱼本来就煮汤的哦，汤的你会当煎会当做，两条就鱼仔是啊，三条你四条你，爱着你500砍20块，买遐开400来300块了，300块来，这条搁请你，这条搁好你，来300块两条你来鲈鱼片，来300块没有吃的哦。哦，停，等下，你今日先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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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下。哎，我拿6瓶耶。来，先找瓶。新草旗，新草旗，我发起文三百两，先给他倒下来。我来等一下哈，你无买着吼，等换一下。我买几啊千个，你无？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你头家当时会转来？头家可能无转来哦。你啊，各位拢讲头家无钱。来3张500。我你知影，我卖卖两包啦，好无？一个。头家就做袂生财。各位他们都没钱，搞掉没？3箱1000，来1000的谁的？1000的，我找700，谢谢。哎，多少杯酒能加噶？兄弟，这边，我几个？那你换物件嘿，来先给起来。一个人6片哦，我卖500就很便宜哦。来，不给钱的小伙人来，准备给我蛋姐，没有买到的稍等哈。哎，有搞我刚才收钱，都搞到喷血啊哈。来，来捞一瓶，来一个，来我给六个来。来300块来，来讲这边啊吼，这边拢挂掉啊吼，来啊，大你有几条呢？有啊吼，来感谢你啊，来捞一瓶啦，来，这挂人就对啦啦，我这不能做，我就三几个啦，来300块来，啊你拢挂掉呗，捞一瓶，来帅哥没拿到吼，来来了来了来了，我这就来了，来一点啊，来小卷一点哦，来啊个几条像诶，我滴诶啊吼，来来，慢慢安尼，慢慢安尼啊。这条挺差嘛，也不够本钱，家里老师来上，他都要赔钱，无买着的，赔钱无买着的，上赔钱无买着，来700块来。来，接下来，哇，
咁你两个，一百块就一个尔，咱两个。我靠，你害死我！好啊，我小心啊。谢谢你，来阿伯带来。好，是不？龙中小小，龙中龙，卖开五百，来三百块来抽签的啦，三百块帝王缺半哦，哦，第二阶段抽签啦，缺半缺半谁？来，别讲别说了。现在这个时间大家开的直播在睡午觉了，然后大概还要再半个小时大家才会醒来。你吃白带，动作快哦！来，这两条哥请你，十条啊，十条啊，十条啊，捏出来啊！你看，来三百块，你赶紧带到旁边哦。啊，你出来要吃啥？你个人好好啊，想一下。来，今天去头家无啦，我去上门。一人揢一大吨，你再来三百块，你白带中，来三百块，来六片，来八片，来十片，哇，有你去洗出来个，有啦，够会啊，三百多，三百块来，这门票我甲清洁者，伊拢唔知我有啥，我有啥，来白带拢完嘞，哎，你是白带袂晓买呀？啊，是毋捌食过，来毋捌食过，我请假来两百块我来。两百块来，没有吃过白带鱼的，用煎的，用烤的，非常好吃。现在得三百，别得带啊，两百块。早上下午来两百块来，别挂，通通备的啊，白带鱼，来，谢谢，欢迎大家被见到。哦，来黑鱼，黑鱼。阿妈，有阿爹有小姐，阿米多。来，这种不要。好，卖来跟退休，我想想旁来的对吧？来，来爱吃黑鱼的来，哎，最后一盘啊。超大只的虾仁，回去炒饭炒面不用五百了，一人一份来三百喝完了，可以买三百了，一份就好了哈，来只要一份来，安尼不啦？来谢谢大哥来，啊这种冰块没炒，啊这种冰块没炒，来四个客人全包，哦来谢谢大哥啊，来阿边吃帝王蟹棒来，阿德华鱿鱼来，好、啊、你们要吃什么尽量点菜哈，好我知道，所以你看我现在都先不炒大虾。因为我知道现在你们这些那个新打港幼幼班的是午觉时间，那下午的点心活动再半个小时才开始。来，小弟来，没沙包，非常久，来冷半盒啊，都是地方接的。这不用煮了，打开就能吃了。隔壁那间是苹果班的，而我这间是烤鸭班的。快过来，加个五斤，这里还有五只。这里十只不用卖三百哦，来两百块，我再送五只，一个人就是十五只给你。来，冷棒和地方切棒，你买晒住啦。三份。你买晒住啦吼，啊，是讲咱人家买两个，不能住，你拢是食哪行，啊，头皮就在吃啊，真正好吃啊，冷棒过来，小姐你要几份？一千。我一份来拿钱，我就知道你要几份的，嘿，来，冷棒和地方切棒，够了，没买的话，十五只两百，你搞个鞋球上弄歪哦，来几个十五批来。六个来，小哥啊，五百块，哎，今日三百块了，注意，哎，小哥啊，有客气，大阿妹妹来了，来，进来，小哥，小哥，来，今日小哥啊，五百块来，一样，两个客人买了，赶快哈，小哥，我的小哥直接做生意，但是小哥啊，进进进进下，进下，准备五个小吧，来，五百块，大家都还在，来，一样，两个客人买了，让我为什么叫管鸭班呢？来，多来开水。因为小哥阿你拢买条吼，大干阿想说要去问老龙鬼叫做管鸭班。我